柔佛家具电器总会 EFG Electrical and Furniture Gallery Fair 又来了。这个11月特别为您举办一场展销会，来回馈所有支持他们的顾客。Hi, hello, hi, miss. Yeah. Okay, hari ni kita ada buat offer. Offer. Ah, yeah, offer. Offer untuk apa? Untuk kipas. Kipas. Okay, you nak cari kipas yang untuk living hall. Living lah. Okay, kalau untuk living, I suggestkan you boleh ambil yang untuk kipas besar punya. Kipas mana? Yang nak. Okay, kalau you nak kecil, angin kuat, I suggestkan you ambil yang macam ini. Lagi dia DC motor. Dia ada lampu lah. Ya. Yeah. And dia punya pancar lampu pun boleh you pakai tiga lah. Ini satu putih. Tiga lah. Ya. Yeah. Kuning atau kuning putih. Sekarang promosi harga berapa? Sekarang biasa dia punya normal price RM799. Tapi hari ni offer RM599. Kurang RM200 lah. Jimat lah. Yeah. Jimat RM200. Lagi jimat dia punya current. Lagi dia DC motor. Oh, okay. Lagi DC satu. DC motor apa maknanya? Okay, untuk DC motor dia, satu function dia jimat current. Dan you buka besar pun dia tak bunyi bising. Dia senyap je. Dia senyap je. Jadi macam biasa you pasang dekat rumah, itu kipas putih pun ada bunyi walaupun you bunyi kuat kan. So kalau DC motor tu, dia tak ada bunyi kuat. So, jadi hari ni datang ke sini, beli pengsan, harga RM799. Sekarang hanya RM599. Jadi, anda boleh tunggu RM200. Betul tak? Ya, betul.对，这些全部都是过滤器咯。Fugen 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大家也可以看到宋仲基代言了。对，所以这里呢有几个不同的款式，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从最基本的开始，就这一款咯。对，这一款的话就是它不用电的，这一款就只是纯粹的过滤水，所以用起来比较方便。我们只是这样子，我们转开它，就有过滤水可以喝了。马上就有，所以这个是最方便。对，里面有 filter。filter 的部分呢，等下我会跟大家再慢慢解释。像这个款式呢，它总共就有三个不同的温度，有青色是 purifier water， 就是普通的室温水，就是已经弄干净，对对，过滤干净的普通室温水，有45度的温水，还有一个呢，我们需要按 unlock 了之后，我们还可以按到95度的水，就是可以泡茶喝的，对，可以泡咖啡、泡茶这些。像这个款式，它就有多另外一个冷水，就是差不多6到10度的那一种冰水咯。喜欢喝冷的朋友就是喝。对，喜欢喝冷的朋友啊，他们这一些就比较方便。对，因为我们就不再需要装着水然后放进冰箱等嘛，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这一款的话还比这个多一个 feature， 它就是它会自动省电。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没有使用的话，它会自动开它的 ecosystem， 所以就帮助我们节省更多的能源哦。对对。而且也有不同的它的这个大小水量可以调。等下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有 one cup 500ml 或者是 continuous water， 就是持续一直都有的。装那个矿泉水的那个大。对对，对，没有错。这一款更加特别。这一款会更加特别，除了它是五个温度，像刚刚的是基本上是四个嘛。这个有冷水、室温水、45度、60到75度，还有90度以上的，所以它有五个温度这么久。这一款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自动杀菌，每10分钟它就会开一次它的 UV 杀菌，所以会更加的干净。很多人在一些时候就会问嘛，如果是我们，因为它本身里面没有当滴，所以它是重新煮过这一个水来产生热水，很多人就会问讲说，像我们不是要等很久，对不对？其实不会，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我拿一个空的杯子，基本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调它 hot 好了。hot 了之后我们按下去，你可以看它这边有三个嘛，它转完了之后就会出它的烧水，对，其实很快的，你看就马上就出到烧水可以用，所以泡咖啡还是怎样之类，我们也不再需要慢慢的等那个咖啡那个水煮沸，对，没有错。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我们使用。
像这一款呢，有些人就会讲说要喝水，他们会找一些 acid water 或者是 alkaline water。 对，主要喝的话我们通常用 alkaline water 嘛。像这一款呢，它就有的调这个酸碱性，碱性的水就是主要我们人体所需要吸收的，因为基本上我们吃很多肉类还是怎样之类的话都会偏酸嘛，所以就有人想要用碱性水来中和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 pH 值。而这个专做 alkaline， 对，这个就是调 alkaline 咯。那酸性水是什么用呢？如果我们讲说一般上洗东西啊，如果洗很像肮脏的东西我们要洗之类的，用酸性水其实是比较不错的选择。所以它是属于这个的话算是 two in one， 对，它又有 filter 又可以调酸碱性。这个 filter 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讲说一年换一次， filter 跟这个牌啊都是一年换一次，基本上是看水量了。如果你用的普通用而言，一年换一次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的多，可能我们就会鼓励讲说九个月就换一次这样。明白。还有一个好就是它的 filter 来讲呢，一般上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要换 filter 我们就要打电话叫别人来 service 嘛，叫别人来换，这个的话全部我们都能够自己换。Okay, DIY。